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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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you are watching CDI TV. It's time to rhyme. Oh, 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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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t's 9:15, everybody, oh yes. Rapping with the man's here, doing what he does the best. Because I'm with a man, I'm doing what the map. 直接为你播报新闻，I so bad. 夜里新闻都是 sunny day. 气温25到30度, 还 OK. Oh yeah. That's bad. Sorry. What's up, man? 放个屁啊，念得这么的烂。而且重点是你，好不好？不能没事都喊。刚刚就是有困的感觉。哎，重点不是，重点是你不要一直讲台北的、台湾的 ，OK？ 你可不可以讲一点曼哈顿的？What？ 因为曼哈顿，因为最近他们听说台湾那边的这个有候选人说想要把台北变成曼哈顿，你可以讲一点曼哈顿的 ，OK？OK， 你如果想要曼哈顿的新闻的话 ，OK？All right，Come on girls，Come on，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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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哈顿房价高 ，Yeah！ 在曼哈顿地价一平平均115万。2.5亿吨，是台湾的43倍哦。Oh yeah, that's one coming in. Hello, how are you? What's up? I am 曼哈顿的交通 girl， 曼哈顿交通优色，不用看数据，再开看电影也会知道比台湾更优色。Yo yo yo, come on, thank you. 不好意思，最后这个好像有点骨折。怪怪的，那就不是很协调。怪怪的 ，OK。现在你们，你要曼哈顿，我给你曼哈顿 ，OK。不是 ，OK。你们曼哈顿讲很多曼哈顿，但是你们有病是不是？你们给我都报忧不报喜，都讲一些不好的。我们大家看新闻、看气象，需要心情愉快。你讲一些曼哈顿，可以讲一些好的嘛？你可以讲，比如说，中央公园很漂亮，不是这个麦迪逊大道卖很多名牌，这些讲好的嘛。Oh, come on。你大概已经把曼哈顿好的讲光了啊！其实曼哈顿也有很多不好的，你到底知不知道？懂不懂？你不是很……比如说，你像他们的捷运 ，OK？ 他们捷运是100年前就已经盖好的，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下面是没有空调的 ，OK？ What？ 你知道曼哈顿的夏天跟台北市是一样热的 ，OK？ Come on！ Oh my god！ 夏天，然后你要去坐那个地铁，你下去以后你就已经满身大汗，内裤都湿了 ，OK？ 而且冬天的时候，纽约的天气是-10几。几度的好不好？你要去坐地铁，你下去以后，你马上变成极冻人，而且下面非常的危险。OK， 有时候凌晨的时候，他们一样有地铁，你进去里面坐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变态、抢劫犯，看到你们就要劫财劫色，是很危险的。OK， come on，真的假的？真的啊！不过你们假如很害怕的话，没有关系。OK， 我住在曼哈顿的附近，你们要来住我家。It's al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一个人住得很害怕，我可以找你住一下吗 ？Yo, come on. 不是有些事情不是说你想要就想要的 ，OK？ 不行，因为我的房子已经他们三个都住满了。啊，不行的 ，OK？ 你看，对不对？有些事情就不是你想要就想要，有些事情你说不要，哎，那。哎哎，说不定我就给你了，知道吗？那我不要去住你家，我不要去住你家，那就不要了。OK， all right。所以你看，台湾的政客 ，OK， 不是说你要什么你就能得到什么的 ，OK， 好不好？来，周老师 ，drop the beat，OK，、okay? come on。Thank you, Mr. Joe。台湾的政治人物不要乱想什么，想到事情很多，用心新加坡别做梦，不要想超越别人，每天想超越别人，只要做好自己，肯定自己，大家一起做自己，好自在哟。Yo, oh, 好，感谢恁的威德面，感谢，真正有影的哦。咱做咱家己就好了嘛，有人好的所在，但是台北。我那是台北就对了吼，高雄我那是高雄，是咩咧？靠我们本土的味啦吼。来，看一下文茜的正负3°C，请看。
表情谢谢您收看今天的文茜正负三度C。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我们的下一代不能对世界一无所知，因为我们不可以活在不知道大陆和世界的台湾。在专家学者都在大声疾呼节能减碳的现在，很多人都把单车当成上下班甚至是环岛的交通工具。像新竹市光武国中就有一支法拉第单车队，日前便完成16天的环岛旅程。我们敬佩他们的毅力的同时，其实也应该想一想，骑单车真的就环保吗？根据国际卫生组织调查，制作一条单车轮胎会产生将近200克的二氧化碳。也许你觉得200克不算什么，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脚踏车有2个轮子，制作一辆就会产生400克的二氧化碳。如果全台湾的人都去骑，就会产生920万公斤的碳，差不多等于11万个纳豆那么重。一讲到纳豆，我们就想到它会对少女袭胸，会造成多少严重的酒驾事故。够了。这都我输，我干嘛喝啊？所以我建议以后要环岛的民众不要再骑脚踏车，改骑独轮车。一辆车少一个轮胎，全台湾就少了2300万个轮胎，就可以减少460万公斤的碳。所以，如果你不会骑独轮脚踏车，还是拎到的代志。如果你还是坚持要骑脚踏车，麻烦请你沿路都是拖狗嘞。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是与这个地球为敌，也就是与我陈文茜为敌。文茜的正负三度C，我们下次见。和你们玩。